暑假在家和孩子一起来做免考教画吧，他能放下手机安静地玩上两个小时，一套里面有12个水晶挂件，材料啥的都搭配好了，孩子挤一挤涂一涂，自己就可以独立操作完成，不仅锻炼孩子的手眼协调能力，还能培养专注力和动手能力，晾干后串上链条就是一个个好看的小挂件，完成后的成就感还能增加孩子自信心，挂在书包和钥匙上也非常漂亮。